我们的粉丝和黄毛的粉丝吵架，因为黄毛的粉丝贬低他，然后我们的粉丝帮他说话，直接把黄毛的主力干疯了，粉丝连线吵架把他给封了。连麦吗？连线，把我笑死了。粉丝连，粉丝怎么连啊？不是，他开了那个连麦，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粉丝在上面，他有一个粉丝在上面，然后两个人吵架把他的主力封了。你们聊一下啊，聊一下，大伯娘，小五哥。我来了，天天叫小五哥，哎呦，坐吧，下一个。小五哥他在休息，坐过来一点。哎，哇，天哪，又吐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打爆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打爆正能量来！啊，我们是正能量的人，所以呢，就打正能量就可以了，好吧？不用吵什么架啊，什么之类的啊。对，咱家的粉丝吗？咱们打一包正能量啊！我们是正能量的人，就干正能量的事。这几天管得比较严，这一句话说错就直接。对对对，所以说可严了。他都已经没有了，对你的号咋回事？老板，你的号咋回事？三个号就没事。那个，我也只有一个。打包正能量，对家人们，打包正能量。直播间4600人，马上5000人，咱们打一包正能量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关注啊！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咱们给家人们，咱们给晚上送礼物的哥哥姐姐们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有点卡是吧？现在还卡吗？卡不卡？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家人们。你没说我给你拿个散热器，你把灯弄下来，那个散热器交在上面，手机也好一点。手机有点卡是吧？对，因为它太散热太烫了。谢谢送了礼物，谢谢家人们，感谢啊！有的时候我都好怕我手机爆了。就是你把壳取掉，那个太烫了也不好。我们直播间是正能量，对正能量，我们就打正能量就行了，谢谢。感谢点赞。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，谢谢。不卡是吧？不卡就好，不卡就好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你也想吃点啥去公司拿、啊、公司里面吃的还蛮多的，就对你现在都可以。有那些那补营养的那些东西，谢谢点赞，没有胃口。嗯，他说没有胃口，没有胃口，这个对你每天做什么跟人家吃没有胃口。耳妹没有胃口，叔叔阿姨你们有啥建议吃点啥的？没有胃口这个就麻烦了，这个就这个就不好办了，这个就你熬点稀饭，熬点稀饭啊。对，你熬点稀饭啥的那些。有，我是属于那种有的时候突然就想吃那个东西，但没过多久就又突然就不想吃了。这个是正常的。正常。叔叔阿姨是过来人，可以问一下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水果对，都我吃水果没有胃，有的时候不想吃的时候，我感觉吃这个。没有味道一样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正常，这一切正常。二妹的脸型是比较可爱型的那种，我的脸型是帅气的那种。对吧，家人们？我没有说错吧？你看，我的脸型是比较瓜子脸那种，像黄晓明一样，帅气的那种。二妹的脸型是圆形的那种。就比较有旺富的那种，我看一下旺不旺。旺富。我炸要大只，看一下。他的这种脸型是眼睛有点像俄罗斯。多大脸？70万年吧。他的眼睛是有点像俄罗斯的新疆维吾尔族那种。对对，我也觉得，一直觉得。他是有点像混血儿的，家人们，那个眼睛是有点像维吾尔族。但是我发现我怀着就鼻子，我鼻子变大了，鼻头。而且每天都是红红的，正常，没事。我一直鼻子是这个样子的，挺的。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相？家人们有没有夫妻相？我的脸型是瓜子脸那种，有点像黄晓明的那种。是乐山黄晓明嘛？但你的侧脸比较像，你正脸不怎么像，对，侧一点就比较像。有些视频，是不是小威总是不是帅？你看大家都说有呢。确实有点夫妻相。如果以颜值方面来说的话，二妹还是有一点点配不上我，但是
但是各方面的话，他就吃个年轻嘛，我就老了嘛，他就年龄比我小。其实我这个年龄是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但是跟他比起来的话，他要小一点，他才19岁，所以呢，我就是大叔级的那种。大叔？你也不算大叔吧，你属于那种狼狗型，好不好？我跟他比的话，就有点像大叔型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老牛吃嫩草了，也不至于啊。他年龄小嘛，我笑起来像黄晓明是吧？谢谢谢谢。大哥哥，我就是属于哥哥型的那种，所以二妹才叫我阿伟哥的嘛，阿伟哥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阿伟哥。你俩鼻子很像是吧？直播间4500人，家人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谢谢。对，没有点赞的点点赞，给咱们家百一百二送礼物的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刚刚好，对，刚刚好。现在小孩又漂亮，我我们两个是比较般配的啊。对的。这个以后的宝宝像我还是像你啊？像我的话肯定是帅气的，像你的话。肯定是可爱的，像你的话肯定很漂亮，嘿嘿，对吧？像我的话可能就颜值没那么高，像你的话肯定很漂亮，对吧？是是是，他说的对不对？阿妹就开心了嘛，你看这么说，他就开心了，对不对？照过来一点啊，照过来一点，这个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嗯。哎，哦对，粉丝今天来，咱们的叔叔阿姨都在直播间。今天你们给我发的那个信息有看见啊？你们叫我跟小伟总说，让你别让二妹去做酒店，去睡外面不好，她现在需要人陪。然后你把她带回来，在家里面你们两个人一起。那个啥要好一点哦，就是大家操心的，大家这么操心这个事情，对，操心的这个事情叫我说我都不好意思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对，这个，你看二妹都不好意思，脸都红了，你们看你们的要求我今天来转达了，我都不好意思，这个家人们，我觉得这个早一点跟晚一点这个也没什么，就是主要是现在有点尴尬，我们是因为当时是确实喝了点8+1，所以呢就脑壳发热，不是，哎，咋说话呢，脑壳发热了就那种，但是现在你让七七喜喜的去一起睡的话还是压力有点大，是还是有点尴尬的，就有点害羞啊，有点尴尬，还是一步一步来吧，就一步一步来吧。然后就是叫你带二妹买一点，就是孕妇宽松一点的衣服。现在她这个不要穿紧身的，不要穿紧身的，对，不好。对，宽松一点的。宽松一点的，听到没，二妹？穿点宽松一点的衣服。你带她去买一点。我带你去买一点吧，好吧？对。明天或者后天，等阿伟哥有钱了，带你去买，好吧？真的，谢谢谢谢。二妹的脸上有笑容了，这几天有笑容了啊，有笑容了。对，打爆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打爆正能量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。其实在城里的话什么东西都要方便一点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但是在农村里面的话有时候不太方便。谢谢送了礼物，谢谢谢谢家人们。对，直播间5000多人，马上6000人了，家人们。在城里的话想要什么想买什么都要方便一些。感谢我们英子姐姐送来的热气球，谢谢。祝我们英子姐在2024年一路长虹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，开心快乐每一天，谢谢。谢谢。祝你越来越好，英子姐姐呢也是个好姐姐，然后每次来直播间都是很支持我们的，也是一个心底善良的姐姐，祝她身体健康，一路平安，谢谢。是。小宝宝注意起，
有小宝宝了住一起啊，你这个还是有点害羞啊，但是你只有打地铺了那就谢谢我们笑看人生我的好姐姐说了的爱你，谢谢我的好姐姐。家人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笑看人生姐姐有一次，就是有一次我在直播间，我说就是有一次我也赌一口气嘛，赌一口气，然后呢谁给我收个火箭，就是咱们的笑看人生姐姐给我收了一个火箭，所以我觉得特别感动那天，就是他的一点心意，但是呢就觉得没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给我的底气，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啊，永远记住，对我这个人是记性特别好的一个人，就哪些叔叔阿姨支持我的号召，为我加油的怎么样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，知道吧家人。谢谢关注，谢谢。这个你说我睡地铺吗？不，我今天看到他们发的啊，他们说实在不行让阿伟打地铺吗？没事嘛，那我们两个睡一个房间嘛，然后阿两张床嘛，那个一人睡一张床。你这个就不用说出来了，你两个人说，你们给小伟总长长志气啊，叔叔阿姨，他现在都不好意思了。我睡地铺的话不好，那睡地铺对吧？对，他休息不好，那工作每天还要开会，对不对？大家给他长长志气，给他鼓励鼓励。住一起有点害羞啊，家人们有点害羞，因为怎么说呢，这个感情还是得要一步一步来，这个你看了我一眼，这个我有点害羞哦。我们两个都看着你，你看你往后面一点，你没那么烦了呀。他刚刚说他